开始。同样的那个五道题，五分钟啊，现在开始。你先翻吧，翻出一个字，你来，翻出一个字，然后说出四个有这个字的成语。飞，哪个飞？飞就行啊，开始。飞来飞去。飞黄腾达，肥头大耳，不行，必须得飞。哦，不能谐音了。不行。飞，刚才还能谐音呢。飞。想入非非那么想吗？非非想入非非也行。哦，可以这样。成语啊。哦，只要有非就行啊。你不一定非搁前面。飞来飞去，刚才不行吧？对吧？不行。这是你的一个愿望。飞黄腾达。飞上枝头，变凤凰。这都是愿望。什么飞也可以，不一定是飞第一个字。理解。物是人非。关键耶。耳朵好使。对有求助。最后一个别求助。哦，最后一个别。你想一会儿，师傅就告诉你。对。对，看一下时间，还有三分钟。飞黄腾达已经说过，说过了。想入非非说过，物是人非，物是人非，还有一个非，还有四个就行。对。展翅飞翔算成语吗？算，没有求助的机会了啊！啊，可以了，这道题过了。展翅飞翔。KS， 五个关于它的词。K K I 开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对吧？一个。开晒，开晒太阳，开晒，开晒，晒太阳，开晒，不算，不算，再找。废话，case， 行 ，case， 开晒不行啊，开始 case， 行，开 case。困死，三，困睡，困了就睡，困睡，这也不是，这不能出来解释你，不行，对，直观的大伙儿就很能明白那种，你说我会就睡，困，瞌睡可以，可以吧？还差一个吧？开说，开始，不解释也能开说。开水吧，行吗？开水可以，叫什么可以？可以都可以，开水可以。A B C，
别照了，再照就没时间了。哎呦，和蔼和气嘛，这个 A A 和气。哟，为什么没说快手？快手，你太喜欢快手了。哎，原版的原版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。